有大悲经曰：“一称佛名，一世善根入涅槃境，不可穷尽。”这就说到念佛人了。那净土宗的善根是什么？就是念佛。古大德有个比喻啊，念佛功夫要念到什么程度？比喻当中说：“生处转熟，熟处转生，你就成就了。”我们现在一般人，熟是。Just.